月官宣闪嫁旧爱具俊晔，消息一出让外界相当震惊，连 S 妈都被蒙在鼓里，母女关系降到冰点。后来夫妻俩和 S 妈吃饭才破冰，如今 S 妈和具俊晔已相处两个月。根据苹果新闻网报道，询问 S 妈给新女婿打几分，她回看我女儿笑的程度喽。大 S 在婚后容光焕发，日前曝光的近照被大赞像是回春少女，对此 S 妈回应，那她应该是有及格啦。而具俊晔之前为爱飞来台湾，据传他目前已经离台，预计今天在纽约夜店演出。 S 妈表示很好啊，那是他早就约定好的工作。日前母亲节，大 S 和具俊晔邀请 S 妈一起吃饭过节，具俊晔送 S 妈一束花， S 妈称赞新女婿，他对我有礼貌很客气，会跟我敬酒，喝酒会以手掩住嘴巴，很规矩。但称赞归称赞，对具俊晔的观感有更好吗？ S 妈表示自己无所谓，只要女儿开心就好。至于具俊晔现在在 S 妈心中印象如何， S 妈说她以前是高高在上的艺人，如今掉到我们家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指她还在观察中？ S 妈回复，等剧从纽约回来，我们有吃到饭再说。而报道中写到，问 S 妈前女婿汪小菲今年母亲节有没有打电话表示祝福， S 妈的回应是这次没有，遗憾。外界好奇汪小菲与具俊晔在 S 妈心中一直有差距的原因， S 妈说自己和汪小菲认识十几年，那不一样，看来剧还要再加把劲才能得到 S 妈的完全认同了。